りしたか。What is this? No, because hey,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already. Of course, I can explain. Happy hour 嘞 ，party 了。Hey,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刚刚被吵了，他们 girlfriend 这样吵吗？一起去啊！好了，全部 girlfriend 都有去啊，一起去啦。他们 girlfriend 啊，真的吗？break up 没有 girlfriend 啊？啊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，管他了，西北他们，没有钱就不要管他了，又没有钱，又没有 girlfriend。为什么？贝壳啊，贝壳啊，你就好了。我嘞，工作又不行，八字又少了一撇。你嘞，也要欺负我。八字又少了一撇。你呢？也要欺负我？喂，是你在说话吗？你是谁？是你在说话吗？你是谁？等等。是你在说话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九格格佩欣啊。啊？笑啊？九什么格格？我没有在笑啊。你是谁？我叫 Randall。嗯？仁泽？
你去了？为什么问我？不是啊，你们明天有没有 plan 讲要去哪里？还是什么？对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去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泰国去小冰广州也可以。OK OK。这是什么来的？这是什么来的？这是耳环。你看他的耳环，你看他的，怎么还没有穿鞋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住哪里？我上次有在《还珠格格》戏里看到这样的人呢、欸。You're still in the company, yeah? Boss, I can explain. Hey, 我公司有位做秘书，要不要？为什么？工作又不行，八字又少了一撇。你呢？你要欺负我？是你在说话吗？你是谁？喂，이거누구야？Who are you？ 你是九哥。九什么九？九三三啊？就你的头啊？走开！我来找他，又不是在找你。你们现在人多欺负人少是吗？没错，就是人多欺负人少。Round 1, fight! 要把佩欣带走，那我就把你带走。出国住饭店，我怕你睡得不好。啊？我帮你准备最好的枕头。啊？在这里。I stay mine。不要。讲多一次。OK 了。你是佩欣对吗？你是仁泽。我找你找很久了，你愿意跟我私奔吗？